小宝贝，这是你的吗？你是谁呀？我是爷爷。我叫什么名字？我姓张，叫张双立。你呢？你会学羊叫吗？我不喜欢羊。牛呢？你给我点面子，让我学一下行吗？不行。哦，咱们去放风筝啊，好吧。又不是春天，放什么风筝呀？又不是春天，放什么风筝呀？能不能快一点？哎呦，我发现你可让你上来这么半天，你就干这点事儿吗？我在给他们换衣服，每一个人都没有穿衣服。哎呀，我发现你真是个慢性子，急了我早揍你。我不想跟你走，我想跟你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占用大家几秒钟，我是瘦身营养师依依，我已经帮助上千位网友通过不节食、不运动、健康有效的方法减肥成功。这个是我好朋友周欣，生完孩子体重达到了136斤，通过我们提供的健康减肥方法，在不节食不运动的情况下，2个月瘦了29斤。这个是佳佳，现在已经瘦了24斤。还有陈先生也已经成功减肥，1个月瘦了19斤。如果你也想减肥又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方法，请加我微信 OC1120。再重复一遍哦，微信 OC1120， 现在添加一位好友，还有机会获得一为您量身定制的减肥计划一套哦。宝贝儿啊，快出来吧！下那么大雨，我可不想被爷爷找到。哎，小孩，找到宝贝啦！哎，别跑，孩子，别跑啊！哎呦，这儿有点滑哎。哇哇，3、2、1开始。听得见，听你的故事好像永远听不完。有时候我也很想和你一样捣蛋。